光年。请继续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保龄球锦标赛，更为精彩的是在今天。月亮伴着我航行，穿越过星星，乘着银色的小船，在那短暂的梦境。我现在知道自己是谁，我能说得清。你是个玩具，你飞不了。我不再去安心。我不是这样，我能飞，假如我愿意，像小鸟在天空自由地去飞翔，去飞翔，飞向太空，宇宙无限。再去安